我就去了八岁了，才两年就得八岁了，因为最大年龄了了，也无所谓，高兴那就试一试呗，就是国家想尽办法救我，医生想尽办法救我。 进行一个 MDT 的一个讨论，能够成功的从我们的这个新冠病毒这个疫情里面恢复下来，我觉得也跟我们当时这个治疗方案是非常切合，就是因人而异，我们是个性化的一个治疗。 存在都是尊重的，只要条件允许，无论是年龄，无论是性别，也无论他的一个背景，我们都会尽全力来进行一个救治。 我们责任就是把人民生命至上，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，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挽救病人。